安琪和阿凡达。对了对了，呀！这活太累了，来来啊！八百之交啊，几个字？四个字。四个字。三国演义。对对对，谁说的呀？花花说的呀，《三国演义》对吗？哎，看刚才没有谐音，他就猜到了，还得谐，要谐音。花花不喜欢谐音的啊，骂谐音梗他不喜欢。明白明白。来来来，最后一题，请看题。这是五个字啊，第一个字儿，墨个粥啊，我得熬。哎，花花也喜欢谐音哈，熬拌。对对了。对了俩字儿，但是有三个字儿。鳌拜周星驰，鳌拜韦小宝，鹿鼎记。两个这个姓的人在一起。对，后面那个是刚才他说那个。对，前面那个是。嗯，你要吃你最喜欢吃主食对不对？鳌饼和鳌拜。这咋猜不出来的？我都给你摊饼了。没事没事，聪明，服了，厉害。喂，杨迪，谢谢。差不多。我觉得我们作为嘉宾来是他们是不公平的，梧桐对我们不公平，他们毫不服。梧桐，哎，梧桐不公平。下一轮啊，比划的是贾玲和月月，然后猜的是腾哥、小宋。包包小斐，月月今天胜负欲特别的强，关键我不想摸那个鳝鱼，你知道吗？他输了要摸鳝鱼吗？对呀、哦。哇塞！来，第一题来了。我又来了啊！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。一起去看流星雨。俩人，人，道明寺和山菜，腾哥快，哇，开挂了，感觉我们开挂了今天。腾哥，你也是梧桐老师，梧桐导演派来的人，不对，五个字，刚才是五个字，道明寺山菜，道明寺，对，包贝尔对了，包对了 ，yes， 腾哥多了一个和，这样可以吗？我们可以这样赢吗？可以。你们组就跟捡破烂的似的，真的，我都不愿意说你们，赢的几道题全是捡来的。啊，正好，正好，来吧。又是一样的，怎么全这样的呢？这什么区别？跟刚才，美女野兽。他是两个人。复笛声人静，正确。哦，哇，这太厉害了，这太厉害了，多有年代感，多有年代感。月月不高兴了，月月已经深沉了。月月，你大气一点好不好？月月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哎，棒棒哒。咱虽然心眼小，但是。哟。这就直接是四个字啊！对，就我们俩。百年好合，合肥不对，安徽合肥。谁说的合肥？说我们俩可真是一对儿，一双飞。来，猜你们。两小无猜。好好登对。这什么颜色？橘色。说我有好多。哎呀。结石。结石，金，对，金玉良言，金梅竹马，金童玉女，金童玉女，小斐正确，厉害，小斐正确，这个来40人也猜不到啊，实在是离二位太远了，哎，最后一题，这个好像四个字啊，一个字一个字演吧。第一个字是斜角，角白角，角四个字吗？四个字，角度很刁。不是，你刚才比划这什么？
绝。河南话绝。巧用河南话怎么说？绝。河南话不念那个字，河南话是绝。绝吗？绝绝绝绝世无双。绝第二个字，哎呀，给月月意思是对的。绝代，绝代双骄。四个字，四个字。神雕侠侣。Yes Yes， 宝贝。我还没开始，这太快了。你看看，我说对了吧？我说对，这位同志，这脑子哇！来下一题，六个字，六个字，六哎是六个字，你比划的太慢了。我演一个前面的啊。哎呀，二位是不是太久没搭档了呀？金枝玉孽，粉红女郎，这特务。当时香港的最红的张曼玉 ，yes， 张曼玉和谁？张曼玉、梁朝伟和刘德华，两个女的，关之琳、刘嘉玲、吴君如、林青霞、王祖贤，啊，对，小童是对的。王祖贤，我这眼睛多明显啊！王祖蓝吗？这不是。看月气的，月气都站起来了，月太想赢了我们。仨字啊，嗯嗯、打清楚。搓衣板，搓衣板，啥呀？搓衣板。对了，说对了，贾玲已经说对了。啊，我早就说完了。下一题。哎，是不是我们团队的麦声音太小啊？我怎么听不到？我们的脑子可能小，我们可能脑子小。你们团队是脑仁小。月月月月。太着急了，这样月月来，坐这来，月月急的一头的汗，月你单独坐这儿，我们这边不猜了，就让月月猜了。哎呀，天真的，月月今天功利心太强，四个字儿。仨字儿，哥啊，仨字儿，这仨字儿，三个字儿，辣，对，辣妹子，耶，哎，特别像给那富家儿子过生日，是不是？我弟弟好棒啊，弟弟好棒。回去吧，这个环境你已经太熟悉了。下一题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字。我这个让月月猜吗？第一个惊讶，恐怖，吓人，害怕，张嘴，怕，嘴大，口气好清新。我是哪个单位的？哪个单位的？你演的是谁？我是个人物。我演的是一个人，洛桑赵老师。四个字，你演的是个人。那个人是俩字，他是哪个单位的？那个单位叫什么？马云。哎，他是。我是哪个单位的？阿里巴巴。对。是吧？四十八道，最先完整说出答案的是花花，不是，我先出的四，这次又败在了您的嘴下，太厉害了啊！最后一题，咱俩那个三个字，哎呀，喝多了，碰瓷了，喝大了，哎呀，服不服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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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月月回答正确。飞西有雷西，挑战开始。四个字。张曼玉。负心汉子。这只是什么什么功夫？打通任督二脉。四个字，四个字。任督二脉。不对。精油开背。我们队要猜。